大家好，带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在气温方面，白天除了东北部的高温大约在25度到26度左右，其他地区的高温都在27度以上。另外，西半部地区的高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，而且日夜温差比较大，观众朋友要多加的留意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降雨，我们可以看到东半部地区，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，其他的地区呢，大约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最后我们来看空气品质，我们可以看到竹苗、马祖、金门、澎湖是普通等级，另外中部、云嘉南还有高屏是橘色的提醒，敏感的族群要特别的留意。接下来详细的天气预测提供给您。